得了。能破更高吗？快叫困了。快叫咪困了咪。这下白色了。喂。有能破吗？破就是。可能上了，孩子学会跑，到处跑。孩子天天跑的没影子。喂，佳佳用力不？啊，佳佳用力不？不。跟靠。跟佳佳了不？加不住。不用。喂，就跟娘。靠，搞不掉，搞么撇？不吃了不？没吃。不米，快烧家家。母你不白喂啊？不白。不白喂了。姑娘不是怕？姑娘不是怕？怕。快跑！叫姑娘不是怕跟。不米。不米。白山。白奥芬。奥芬。嗯。叫困掉呗，叫不拜啊，白领吧，领奥芬，白领噻，白奥芬，怪不会噻，白那么快，我可以不掉快探摸阿里白不，快白少家家，叫不掉白白帮阿里白不，这孩子跑的没影子，是阿平儿子。手扶拖拉机，喂，六岁半年了，用破，喂，跟呢，阿平他们教不要分不，嗯。白菜哦，挺高没？挺高了呗。跟着他们去上山砍柴，第一次跟着他们上山砍柴，都是穿这个拖鞋，我得乖一乖。看这羊肠小道，俺这也不背个篓子。真的，哦，没给你，跟紧过，跟你跟，喂，真来跟多呢，你够够了，喂，慢些，行，跟不跟？快不跟？看是对面山上。镜头拉近一点，让你们看。盖不？喂，没你叫，阿里不把你叫空调白叫不压？没不压。不压了，透了。不米配熬，白熬，白熬不掉。白熬不掉。不米不熬汤。不把。นี่ปะพวกบเลียงบเบิ้ง太不容易他得等孩子睡了之后才能过来上山砍柴每天晚上在直播间里边也是晚上直播的时候也都是带着他儿子这么远还说不远喂该来该不要更新说实话，真没有上山砍过柴，活了40年从来没有，这是第一次。
山里的小姑娘都很能干，他们这边小姑娘11、12岁、12、13岁都是上山，开始上山砍柴，他们都是用头背着。阿里猪篓又不拿，我看他等一下怎么背。看着个儿小，能干。这些都是别人看好的，要放在这里，放在这里他们就不能拿，挺讲究。我来砍吧，快快哦，我也学一下。